听起来呢，就是一个很高级的下午茶。上甜点喽！哇！在我身后呢，是他们非常有名的藏书阁。等一下再带大家下去逛逛，因为这个是必拍的地方。去法芙娜花椒熔岩巧克力，很浓的巧克力味，大概65%吧。然后你吃到后面，会慢慢有花椒的香味出来，回甘回椒，但其实还是有苦啦，75%吧，立马改口。超不喜欢吃火，又是那种小白菜。小白菜帮迷之音上字。又是那种小白菜。带妈咪来吃下午茶，慰劳一下她陪我去剧组拍戏的辛劳。偷偷跟大家说，我刚刚已经先去泡汤了。泡汤的画面呢，因为18禁。乱讲的，虽然只拍了小短片，所以大家可以去看看我的 IG 短片哦。接下来多到不知道从哪一个下手，菊香鸭肉沙拉。OK， 好，开动。刚是有点像汉堡方式，入口的时候会先满满的菊香塞满在你的嘴巴里面。再来就是鸭肉，它的鸭肉蛮嫩的，我觉得应该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鸭肉，因为它搭配那个菊香，所以就没有很重的鸭味。玫瑰、樱花、紫薯、欧蕾，它把紫薯打得很细很细很细，会一直想要一口接一口。像我觉得紫薯，因为平常吃起来味道是比较重口味，它用一些玫瑰花点缀，反而会让那个紫薯的味道不会那么的重，甚至多了一个香气在，超级好入口，一口接一口。还有一杯是黑芝麻伯爵拿铁，下面是黑芝麻，中间应该是中间是拿铁。嘴巴里面充满芝麻的味道，那个伯爵拿铁也是很香。鲑鱼软明太子闪电泡芙，开动。这狗，我说不出话来。我说的这个感觉大概只有真的来吃过的人就会懂了。到底什么味道让我如此的百感交集呢？很大海的味道，它不是会让人害怕的。先鲑鱼软的味道，再来就是明太子跟乳酪，整个在你嘴巴里面爆炸。闪电泡芙会综合那个口感，你整个嘴巴里面很像海。现在可以体会到很多海鲜在我嘴巴里面游来游去，好多干话。乌鱼子马卡龙，我一开始以为会是整片乌鱼子夹在里面，这我太俗气了。这
在动动包走。叫乌鱼子在哪里？它反而是马卡龙的味道比较重，那乌鱼子因为它把它做成酱了，它就是比较淡淡的香气在。我觉得算是偏甜的点心，西班牙生火腿哈密瓜。Oh my god， 这是哈密瓜！我为了我的 vlog， 还有为了大地酒店。觉得我在吃生的火腿，很厉害耶、欸、对，我刚刚完全忘了它是生的。虽然我不喜欢哈密瓜，但是我觉得这一道是好吃的，好吃的，好吃的。我觉得可以下次搭配看看别的水果，拜托师傅，哈密瓜有一种哈味。水蜜桃香槟银耳冻，我觉得啊，这一整个大地铂金轻奢华下午茶这个组合，让你来到这里除了放松享受之外，还有一个念头就是啊，赚钱都值得了。哇哦，它先水蜜桃的味道，很桃的水蜜桃，然后到后面就有香槟味，增加层次感，好想再来一千梦。金沙杏仁栗子芒布朗，很可爱。金沙该不会在里面吧？这是外星人。那栗子味道很浓，加栗子的甜，然后感觉好甜好甜的时候，金沙的咸就出来了。这个也蛮建议大家可以一口吃掉哦，还有好多，我吃不完的感觉。下一道我们吃优格香蕉蛋糕。师傅，生火腿不要配香蕉，拜托。跟大家说一个很可爱的小故事。我幼稚园的时候，我妈妈买一整串香蕉，我就把它一次一根接着一根吃完了之后，我就吐了。吐完了之后呢，我人生好多年都不敢闻到香蕉的味道，然后是一直到大学，曾经因为盲肠炎开过刀，大家都跟我说香蕉很好很好什么的，我就开始少量的吃一些香蕉，希望这个是我可以接受的香蕉。优格香蕉蛋糕，嗯，很香蕉。我好香蕉哦！喜欢香蕉的人，这个你一定超爱。比起香蕉来说，优格的味道就真的比较少，所以我刚刚嘴巴里全部都是香蕉的味道。一开始就慢慢这样子。再来下一个是玫瑰莓果千层酥饼，好漂亮的耶！这种看了心情也都会好。嗯，很草莓，它也很草莓，还有其他莓果类的味道，比如说蔓越莓、蓝莓、樱桃嘛那一类的。我给它第一名。你目前给它第一名？真的假的？觉得它炒的感觉很香，搭配千层酥饼，有吃比较酥酥的。哦。我现在还给不出第一名，我们剩下最后一个黑金鱼子酱蔬菜咸塔，好吃，比较像我们平常去意大利餐厅会吃得到的意式料理。Finish， 吃完了，哇，送你。香槟哦，这是我们现在新的圣诞的外卖商品。那要怎么购买呢？去网络上面打电话来订，或是我们Inline也可以。这是我们中国最漂亮的香槟哦，还有肉哎。
今天他今天菜色怎么样？有没有什么？你说回馈吗？我刚刚还在评选说，如果要选第一名的话，但我还选不出来。像我不吃海鲜，但我觉得那个鲑鱼的没有让我害怕。我吃完就跟他说，我觉得它很海味，但是不让我害怕。就反正是假的。猪骨雷，你有吃到花椒吗？有，明显的，那个我蛮喜欢的，因为而且我吃完哎，所以我在检查，真的，经济很重哎。我再想一下第一名是谁，请看我的 vlog。我现在真的很难评哎。好，那你们做一下，你们就是慢慢不急着，我说你们再做一下，反正你可以做到9点10点。但我6点就下班，要等你下班。好满足哦，就是来这边气氛也有了，然后肚子也可以填饱。我也蛮好奇，如果男生来这种地方吃下午茶，他心目中的第一名会偏向哪一些口味？大家可以留言让我知道哦，不要跟我说我今天说了这个答案不算。看你们的第一名会不会跟我的第一名一样呢？那这个是今年的兔年吉祥物，它睫毛超美的，跟我一样。每一集都称赞自己。你猜我会选什么？干香火腿和热瓜。你怎么知道？现在啊，西班牙生火腿哈密瓜，让我立马说师傅可以再给我一个吗？你猜我会选什么？樱桃冻。你怎么知道？现在啊，水蜜桃香槟银耳冻，让我立马说师傅可以再给我一个吗？你猜对了耶！你猜对了吗？